咱新冠肺炎六月刚才的时候，大家有二级防护，我是为了展示，所以穿了一级。然后采样的时候，拿这个冰水管，然后先给病人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一个支撑，然后把上体拆开，然后让他沿着身上让他放松，然后开始采集。采集的时候，让他放松，然后咱就在那个就采样在那个盐水里面圈，然后让他捅进肛门，捅进去之后两三厘米，然后转三圈，然后拿出来看有没有颜色改变，有的吧，穿在咱们这管里。Thank you.